有找到无？讲因有一个亲戚伫咧百货看到外因，啊，毋过，毋过安怎啦？毋过讲伊敢若住伫咧庙内，听讲出家啊？有影还是无影？哎呦，伊若总无介意迄个人，啊，大家好好参详嘛，咱会拄仔用家己的幸福来激起啦。进前甲外因伫咧白衣开讲，我着感觉讲伊对婚事毋是真欢喜，啊，心内敢若有其他的拍算？ 啊，想袂到，竟然是安尼。你小妹出家敢有影？毋是，伊去北部庙内读册。哎呦，一个查囡仔人遮好大哦！ 啊！哦，秘密，阮阿爸知影，叫伊转来结婚。哦，所以恁两个拢知影讲哦，伊去读册哦。哦，你哦，真正是一个好阿兄呢。 阮小妹，勇敢的查某囡仔，听小妹，你甲看卖咧，阿伯哦，搁较小查囝啦。
跟老师说了，只不过你要请我们吃福利社。这才不是漫画呢，这是我爸爸画给我的，你们看。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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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，有一个怪物叫做琪琪，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把你们的糖果交给我。啊！不要，我们不怕你。不要。是吗？这么勇敢？那么连这样也不怕吗？可以哦，你又在调皮喽！又是你这个讨厌的家伙！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不要走，我去找我爸爸来。江江，只有最善良又最勇敢的人，才能够拥有生命的魔法。所以后来呢，美代只有成功保护家了吗？还不知道，我爸爸一个礼拜只画一页，下礼拜会知道结果吧？结果怎么样？要再跟我们说哦。下礼拜我要跟我阿妈去喝喜酒，不会回大姐，也许她会拿来清水给我看，我看到再跟你们说。那我们去福利社，你们先去，我先把书收好。你呢？要去喝喜酒。什么你？你只是不想回大家，对不对？你是美代子，你为什么？因为爸爸派我来保护你呀、啊。你怎么可以跑出来？你为什么不想回大家？那是你家啊。每次回去都很无聊，还要被大人捏脸，还要表演唱歌。所以你就说谎骗人啊。林佳丽，快点快点。林佳丽，快点快点快点。来啦啦来啦啦。走。爸来啊，啊！啊，带恁老爸回去，恁妈妈在厝里等你，啊，进去进去。阿妈！哎呦哎呦哎呦！阿妈！好啦好啦，乖啦，阿妈过年间吼会去大家看你啦。乖，等你老爸等。好，乖乖，进来，进等你老爸等。好，阿妈已经看你啦，进进等去啦，快乖啦。
爸爸没有骗我，又有新的可以看了。为什么在看漫画？不是说要写功课吗？这是爸爸专程画给我看的你的故事耶。我的故事里有叫你骗大人吗？我哪有。前几天阿公问你功课写完了没有，你说写完了，结果看电视看到睡着，隔天早上才乱涂乱画，你以为大人都不知道？那是不小心的。还有，爸爸要带你回来，你还要讨价还价。这次要不是阿公说花车绕境要让你当仙女，你根本就不肯回来。人家就不喜欢回来这里嘛。我的玩具都在清水，这里的东西我都不喜欢。我也比较喜欢吃阿嬷做的东西。可是妈妈很想你。她想我的话可以去清水看我嘛，干嘛一定要我回来？吃了吼，来阿姆兜啦，阿姆切水果给你吃。好。好。啊，小皮，进来，回来吃饭啊。好。嘿，咱洗手了，来，爱回来吃饭哦，吼。阿嘉丽啊，等下来阿进厝啊，吼，摕迄个啊，回去厝吃哈。好。好，阿花啊，阿花啊，回来洗手吃饭啊。跳就跳。阿先行，等下吃饭啊。好。阿爽要回来哦。好。阿靠哎，行，等下吃饭。好。这滚汤啊，好啉吗？这哦，哎，一斤十五，对不？什么较俗呀？来，我来穿一下。来，我绑一下，我穿一下。长啊，送我。这二十啊，啊，好啦，来。哦，多谢。好来，来，我来绑一下哦。好。来啊，这多少？啊，你稍等一下哦。哎，才九十啊！九十。阿什么意思啊？拍死呢，我怕无呢。啊，你要做什么？妹妹啊，啊，你妈妈爱什么？我妈妈。OK， 我爱偌济钱。哦，来，我爱算一下哦。哎，吃。哦，这二十啊。来，送你一杯糖啊。来，嘿，多谢。好、哦，感谢啊。啊，接过来哦，拜托，别个叫啦，伊是惊大家唔知你听无。八小时。
那个开在好人家。我爸叫你跟我们一起吃饭。你在哪？我家鬼啊！淑萍，我们去房间玩吧。每次都叫我一直打电话，一直打电话，好烦啊！打个电话是会怎样？我就讨厌人家问东问西嘛。问什么？就问说，那你帮我爸打电话，对方有没有问什么？是要问你考试考几分哦？不是啦，就问我爸一些有的没的啊。没有啦，他们都问什么时候拿画，谁会问这有的没的？你很好笑哎。这色水就不对啊，讲好要让阿嬷穿红色的，哪会变蓝的？红的，红色的。啊，跟你这耳仔听袂，讲袂顺声。妹妹，系恁爸爸吼，你阿讲，讲伊话唔对啊，这话我袂啊，我袂啊。啊，看无啦，听无嘛要出来跟人做生理。你从啥？不，死个狗！这听袂见。爸爸，阿爸，哼，原来是这个臭野狼啊，臭野狼啊！你不要欺负我爸爸！
阿亮，好，阿亮是阿亮在拍呀。阿亮，阿人都听无啊，阿你搁人拍，行。拖你啊！讲袂听的你呀、啊！爸爸，你两个朋友听无？到来等。爸爸，你安怎无？我无安怎啦？你有看到我害迄条大狗去跋倒吼？爸爸，你哪会晓讲话？我当然嘛会当讲话，你戆呆，伫咧喊命。死臭你啦！你好大卖走！哎、欸，爸爸！死臭你啦！你好大卖走！恁爸爸细汉的时阵吼，足怕的呢，唔敢啦，小怕啦，多吓啦，还佫会欺负老师呢。哪有可能你一个人这么好？对啊，我阿爸对啥拢笑眯眯啊。所以才讲，迄是细汉的时阵啊。其实吼，恁爸爸嘛毋是一开始就听无啦。差不多伫两三岁时阵，有一天，恁爸爸发烧啊，啊厝内阁拄啊好无钱啦，就安尼去耽误着。啊，恁阿亲像恁阿妈有一个弟弟，伊就介绍恁爸爸去台北读个啥物盲雅学校啦。啊，按古哦，恁阿公甲阿妈其实心内嘛就唔甘安尼。哦，伊你看，恁阿伯啊、阿叔啊。因敢若读到初中毕业尔呢，敢若恁爸爸一路互伊读到高中呢。那安尼，我阿爸是咧倒位学画图的？伊哪有学啦？伊这是无师自通呢。你看恁阿爸有教无？伊就家己伫遐一直画一直画哦，家己去街仔路遐摆摊啦，画素描啊、炭笔啊，啊后来才阁画迄油画啦。哎，那亲像迄生理阁袂歹哦，比姐足厉害呢。啊，恁爸爸吼个性较活泼啦，阁较介意甲人交陪啊。我感觉摆摊吼对伊来讲嘛是较适合啦。佳丽啊，虽然讲恁爸爸妈妈袂当讲话，啊，不过因的命真好呢，两边的家庭吼拢足照顾伊呢。以后等伊老啊，拢爱靠你啊。你都爱好好读册，还放心，知影无？他们听不见，又不是我害的，为什么都要靠我？妈妈吼，无遐讲，无要出门啦。迄是因为吼，家里吼伊较爱阿妈，所以吼伊才甲阿妈住啦，对无？好啦好啦，吼，实在真无头绪呢。啊，唔着家仔讲哦，头壳黏咧颔骨呢。哦，都检查一摆。水倒。哦。手巾啊。哦。功课。哦。阿哥，你较紧，我要卖好啊啦。哦，家己搞拖沙，还佫牵头乌鸦公车来。就这。好。
来，这里哦。咦，好好好，阿伯出发了哈。南边出发，爱公下。棒！哎。不是玉中道，啊！你来即马都到位，你是咧赶紧安怎的啦？想我，这使奈。有影无？哦。咪啊！我下晡的车呢？刚下午哦，我才转去台北。啊，就是要让你早回去台北，唔才叫恁阿姊来斗相共。哦，干嘛呢？你是惊伊无聊，一感觉有叫伊转来，这毋是为着我哩？爸讲，对啦，伊啊。哦，我台北有一寡物件用袂着，啊，房间嘛囥袂落，会当先囥遮你迄间榻榻米无？好啊，你也无所在通囥啊。家里吼，囡仔人小客气，无要紧啦。哎呀，姐阿姨身体是安怎？无啦，恁阿姊是咧讲吼，恁姊夫一天到晚伫外口拍拍走啦，伊一个人吼。踮咧厝真无聊啦，啊！咧想讲是毋是因为安尼吼，所以家里吼较歹转去大家，想要生一个互家里做伴啦。啊，之前毋是已经闹一个啊？啊，即摆都已经三十五六岁，高龄产妇呢，安尼足危险的啦。我嘛是安尼甲讲啊，啊，啊，两个拢安尼啦。搁有一个家里吼，都已经无闲气气啊！即马搁要第二个，你莫甲姐也讲这啦，伊听着无欢喜啊。知啦。阿姊，我等下中昼食饱了后，才搁替你卡，吼，你先提。真个无头神啦！哎，无头神啦！啊，好啦好啦，啊无你紧甲起去，紧甲起去啦！啊，紧起紧起！哦，有影哦。请问你要找谁？邱慧琪，他是谁啊？林嘉丽，她是谁啊？她是你妈妈吗？不要你们管了。
嘉丽，你妈妈回去了啦。林嘉丽，你妈妈很漂亮耶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和你妈妈这样子比，她就知道你的意思了，好好玩哦。这就叫做手语吗？这就叫做手语哦。那你刚刚在跟你妈妈说什么？叫她快点回去。所以你们在家都是这样讲话的吗？好好玩哦。哪里好玩？好玩的不得了，好不好？我也想学，快教教我。大家再见，大家谢谢，大家你好。太快了啦！再教一次。大家再见，大家谢谢，大家你好。你好。大家聪明，大家聪明，大家笨笨，大家笨笨。我聪明，你笨笨。我聪明，你笨笨。到处啊，到处啊！来，这里，这里。你的腿啥？阿公，我阿母今仔日有来无？有啊，伊中头唔就送便当叫你食。那安尼，伊转去啊吗？你或者和恁阿妈去拜拜哦，我先提提叫。甲你讲啥无？讲孙，啊！你妈妈是会晓讲话。哎哟，阿妈，你知影我的意思。啊，无你是感觉讲你妈妈会甲我讲啥？无啊，啊，甲有讲我伫学校安怎？啊，也是。哎哟。我哪会知影啦？恁老母的个性哦，就准讲伊会晓讲话。伊哦受到啥物委屈咯，伊嘛是拢袂讲。你敢知影？伊细汉的时阵哦，有人甲欺负，伊转来哦，嘛是拢无讲甲半句，就敢若是暗时啊，米在棉被内底。暗暗啊流目屎，啊！不过伊知影讲哦，有真济人真爱伊，伊若准想甲安尼哦，伊就袂感觉委屈啦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！戆孙，阿嬷甲你讲啦，伊全世界吼。最爱你的就是恁爸爸甲恁妈妈啦。不管你做啥物代志哦，因拢同款哩安尼爱你，知无？
是佳丽。对不起，今天在学校对你。为什么还要写信？你就直接跟妈妈说，对不起，今天我很没有礼貌，请你不要生气就好啦。说不定妈妈根本没生气，你今天在学校不理她，还把她赶走，她还不能生气？好啦好啦，我回到家再跟她说好了，我要睡觉啦。那还不简单，我念给你听。亲爱的妈妈，收信快乐，我是佳丽。对不起，今天在学校很没有礼貌，伤了你的心，我知道我错了，请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我计较。够巧的啦，会晓用这部，互家里知影讲你要来接伊。哦，免讲话吼，嘛会通哦，免讲话嘛会通啦。啊，了解。啊，来。这来吼，爱记的啊，囥在吼冰橱内底哦，吼，知吼。再见，已经真晚吼，较早回去咧。骑较，你来讲，骑较慢咧，你来讲。骑较慢咧啦。骑较慢咧啦。恁老母一定买真济，你爱食糖仔饼，食到欢喜哟。好。啊，再见。正经爱予家里哦，较接当去代驾，啊无哦，甲爸母拢起诉去啊。即摆只是无予秀文替伊送便当尔，因这母仔囝感情哦，一定爱想办法赶紧予伊培养起来，啊若无，恐惊以后连爸母都无要滴啊。袂啦，家里我知啦，即、這个囡仔袂安尼啦。张秀文遐尔啊艰苦心。家里家己嘛知影伊唔对啊，但无一个囡仔，嘴硬心肝软啦。了解了解，那你咧娶吼，我200%放心，啊赞。明仔载有同学要来大家找你哦。
还要啦，我还没问我妈，他们要来做什么？就之前有带大甲的点心给他们吃，他们说还要吃，就约明天来买，还说要来我家，我妈一定不会答应的啦。为什么不会？因为她在生我的气。我妈妈也常常生我的气啊，但是她不会生很久，一下子就忘了。我先回去咯。神奇，那我一下就忘记了。城市的灯火在这年阿妈，今天你是要吃啥？啊，恁两个是在讲啥？咱讲到这正经，甲家己定一个目标，然后吼打拼去做。
我要报考戏剧系。这世界好大，路好长。我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想法。我们不怕你。我弹着吉他，却无法再歌唱。只有最善良、最勇敢的人，才能拥有生命的魔法。善良到底？我小时候会，不知道为什么生不出来。妈妈我其实是原本练出来的，然后就教练我怎么练。啊，不对，上次是这样。呵呵呵，没有。没有。拜拜。